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8 兑换码300原石 7.6 中午12点过期，原神 4.8 前瞻直播，原神省流含兑换码，一分钟看完原神 4.8 前瞻直播，不用做每日委托了，新增大量优化，吊相思上线，尼禄起凉凉新皮肤，欢下邪龙童话国，原神肯德基联动。手机端复制最后又一个看不见的空格，记得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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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八刀们上半卡池纳维亚加尼禄，下半卡池调香丝艾美丽埃加叶兰，上线尼禄和齐凉凉新皮肤、新地图西木兰卡，上线版本夏日活动赠送四星角色齐凉凉和齐凉凉新皮肤，开放新常驻玩法会享游记，可以获取部分角色的脱尾，享活动桌面游戏光光当当雀雀球拍照活动花外旅照打怪活动导能源盘七成召唤更新，新增大量优化，一历练点可累积使用，溢出的历练点将累积转化为长效历练点，在有长效历练点时清120体力即可领取每日奖励。二 BOSS 刷新时间缩短为10秒。三深渊角色配对界面优化。四新增对话回顾和隐藏 UI 功能。五新增隐藏主界面功能。六降低部分任务挑战难度。七世界等级下调功能开启时机调整。八蒙德璃月部分秘境难度下降。举办原神 FES 风达杯七成召唤公开赛，肯德基和原神联动，法国娇兰和原神联动，上线大富翁桌游周边。OK， 各位，以上就是原神 4.8 前瞻直播省流版的全部内容。